期待又掏心掏肺，我难道已寂寞到渴望被骗？看你们模仿完以后，会想说关心一下你们工作工作的状况，有工作吗？做现在做。有，我是做测试设备工程师的，而且有正职，那我就放心了啦。放心，捏了一把冷汗。正职，如果刚靠那一把功夫，我会饿死的。双龙金曲榜中榜，大家好，我是 Daniel Wow， 今天可以说是众星云集，剧中重量级的巨星来到现场啊！欢迎大家来到综艺大热门双龙金曲榜中榜。本届金选十首歌，第十名任贤齐。你总是心太软，心太软，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。第九名吴克群。没关系，我们分了没关系，这不是你的问题，痛痛快快给我一枪没关系。第八名林俊杰，守住我人间吗？你认得我可就要发忙了不掉，你想只喝最老。第七名薛之谦，可不可你演出的我也视而不见，越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。第六名毛不易，虽然从不相信所谓山高水长，人生苦短何必念念不忘。第五名邓紫棋，哇，这个厉害。美丽的泡沫，虽然你是蛤蟆，虽然你的心一闪过就他们是在给当事人了，什么难过？第四名，李荣浩。只愿出来，与我要先礼拜，只愿你见过的高官，别那么多人才。第三名，李圣杰。为你付出那种伤心，你永远不了解，也换不回你对我的爱坚决。第二名，陈奕迅。只能说我输了，也许是你怕了，我们的回忆没有皱褶，你却用离开烫下句点，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。第一名动力火车，就随便跟谁，就迫不及待又掏心掏肺，我难道已寂寞到渴望被骗？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，高大哥来了，高大哥来，青蛙王子高大哥。大家好，我是高凌风高大哥，双胞胎表演时尚是太厉害了，那么就一起来。我说小线线啊，我来了。大哥你好，如果我是一只火鸟，我一定是那火苗，把你燃烧，把你燃烧。如果我是一只火鸟，我一定是那火苗，把你燃烧。如果你是一只火鸟，我一定是那火鸟，把你燃烧，把你燃烧。如果，掌声，掌声鼓励一下。看你们模仿完以后，会想说关心一下你们工作工作的状况，有工作吗？做现在做，有。我是做测试设备工程师的。哎，工程 N 九 N 啊，阿你嘞？LCD 业务工程师，哎呦，所以模仿只是这个兴趣，好像有正职，那我就放心了啦。